这样我们尽力让张志远说不上话，怎么样？可以。好。好，那我们还是从这个这边开始。我有亲弟弟。嗯。亲弟弟。哪个？亲弟弟，不是亲哥哥。我要说出我的生平呢，为了这个游戏啊，我的头撞破过。啊，为什么？这我还撞破过。对，你也破过。出过血，缝过针。我也缝过。他也那不了，那不了。我这个算怎么了？为什么不算？为什么还要附加条件呢？可能这一串我也没了。我有个弟弟。这个不行啊。我教你，是吗？我这我都没有，我都没有，没有。你有一双智慧的眼睛，有耳朵，有眼睛。啊，我有眼睛。嗯，谁没有啊？我有双胞胎哥哥。谁呀？这种很难办，好不好？那没有办法吗？就剩俩。我说姐姐，你有姐姐。我有姐姐。那如果我说我在哪上学的话，那大家好的都没有啊，是吧？啊，那就不说了。我有个亲姐姐，哎，通。张志远，别乱说。张志远过不了，张志远让来一个狠的。来了，来了，狠的，狠的。我曾经一次性买过五双足球鞋。啊！请叫我预言家好不好？我有一个大家都没有的。你说，我现在啥都没有了，你们还有？一个小丑男就是电镜头的剪了三根。哦，这边真源最喜欢的吧？对，真源最喜欢。对啊。对他来说是，这不能叫惩罚，这叫他的爱。轻松的哦，三二一，开始！快，我要喝抹茶新冰乐。啊！行为怪异。我要喝抹茶新冰乐。啊！我要。三二一，开始！烧你！我要喝抹茶新冰乐。哇！厉害！给你买一百加。给你买，哎。哎，女团舞，不用，就这个大家。哎呀，女团舞是她想的东西，不能让她。我们一人想一句话，让她撒娇吧。然后用少女音，就用少女音说一句话，怎么样？用少女音说哥哥。用少女音说姐姐。哥哥是什么？捶你胸口。哇！哥哥。不是这个少女音。哥哥。拔龙了，Oh my god！ 没想到你这么吵，这也太猛了点了，快来3、2、1开始！原来你还好这手，哥哥在欺负人家，啥来着？人家用小拳拳捶你胸口。